我们今年的主题就与今年国庆日的主题有关，我们想回应这个 Road Ahead 代表着什么，所以我们有三个点。第一是一个安全的新加坡，其二一个有保障的新加坡，然后第三呢，我们想迈向一个环保的新加坡。这是我们的海报，我们用了纸皮写出了这三个字母，安全、保障还有环保的新加坡。那我来到我们的新加坡 mini 的 Garden by the Bay。 okay, 今年新加坡庆祝56周年， so we are using recycle the plastic bag 来做环保。这是 disposable 的 spoon， they all 这些全部都是由plastic bag for recycling。 来到我们的主角鱼尾狮 is also using plastic bag to do it。 这是金沙 using disposable 的 bottle unused material for our fryers。 今年因为时间比较仓促，所以我们大概只剩下2个多到3个星期的时间。通常往年的话，如果有更长的时间，我们觉得说大概1个多2个月的时间会比较适合一点。我的团队他们都很勤劳，大家都花了很多时间，而且也是有一些居民他们都很乐意的点缀的这个装饰，所以他们都下来帮忙，所以我们觉得很欣慰。Team for this year 就是based on UT as a place for storage of oil， 所以我们用那个油桶来代表油池，我们就会 decorate， 顺便用那个 cake 来 decorate 一个 cake， of course 有 flag and LED light， and then 国旗呢，我们就是 the formation 5 and 6， so to represent 56年国庆日。我们做那时候。当我们放这个 drum 的时候，居民有时走过来，我们会叫他去那个 drum 那边写那些字 National Day Wishes。 我们做那个五六那时候开始是可能那个五六不清楚，可能我们放不够那个国旗，所以他们也有给我们 feedback， 所以我们再加 那些国旗下去，所以变成更清楚一点。所以现在满意吗？还可以啦，我问一下每个人都讲五六可以。